别死！你不准死！不准死！马振兴，马振兴，吉冲，我看见你留下的字条，你为什么还是要回头救这个薄幸之人？要不要命了？追兵在后，先走再说。 追兵，走啊！摘星要紧。追！老衲，去跟毛小辉合，闻言，跟本王回营地。 凭你一人也想挡下我们？我是很想和你们过手，不过就怕你们不敢。许久不见，还不快跪下！参见少帅！参见少帅！别跪了，我早非少帅，更非近人。起来吧。 一日为帅，终身为帅。且方才，我等竟然想对少帅动手，末将不敢起。喜欢跪着，就随便你们。只是你们无需再追，阻击洛丹伯王的计划已然失败，你们再追，反而危及性命。原来先前与末将联系的人是少帅，陈亮，你跟我来。是。 我问你，夔州城的马将军马英一家被害一案，可是晋国所为，是晋国何人下的手？少帅何以挂心此事？它本来就不关我的事。但如今，他与我在乎的人有关。属下并不知晓内幕。看来八成是晋国所为了。你再想查，我有机会。 再找你，少帅，你此番回去务必小心。就算不引博王怀疑，属下担心，万一东窗事发，他们会对你做一些不利之举，陷你于危局之中。供出我，对他没有任何好处。若情势有所变化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少帅，当真不想回晋国了？ 晋地早已非我家，更何况如今，我有更牵挂的人。再会。恭送少帅。郡主正在接受医治。 任何人不得入内。翟星是因为我而中箭，我当然有权利知道他是否安然无恙。主子，郡主的箭中的太深了，位置也太险。
属下担心，即使把剑拔了出来，也会因为伤口太深而流血不止。郡主正处在命悬一线的境地。你在说什么鬼话？马宅星只能活，不能死。你要是没有把握，就换一个大夫来。拔也会死，不拔也会死，到底该怎么办啊？ 文言，本王没有见过在你手上死过的人，这次也不例外，你必须救他。马宅星非活不可，宅心，动身一下就过去了。 马宅星是不会死的。 这是国师炼制的救命丹药，全气丹只有3颗，给了父王，我还有楚有真，赶快让他吞下去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真心姐姐，真心姐姐，求求你醒过来，你救过宝娜的命。 一定要醒过来，让宝娜有一次报恩的机会。主子，郡主已经脱险。 外面稍后，属下一定倾尽全力救治。